呢是在我们家的厨房拍摄的。我终于来做这期视频了，因为从我开始拍有关厨房主题的视频，就有很多人问我，我的锅是哪买的，我的餐具是哪买的，问我要很多东西的链接，反正就是关于这些小东西的问题特别多，所以我想说我还是专门来为他们拍一期视频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讲我们家的锅。我会从我最常用的锅开始讲起，然后到最后不太用的锅也会跟你们分享它们好不好用，值不值得买，或者有哪一些建议给到你们。第一个要跟你们分享的锅是我们家今天才用了，而且有些人用完了它没有洗，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天做饭都会用到的，就是这个锅。这个是一个不粘锅，然后这个也是经常出现在鱼肉食堂，每一次用都会有人问的 Scam Pan。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丹麦的锅，然后它后面有写 Made in Denmark。 其实市面上的不粘锅有非常多品牌，我私下觉得不粘锅这个东西属于一种消耗品，因为它都是有一种涂层，然后你每天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涂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呢它就会掉，所以其实你买再贵的呢它也不会陪伴你很多很多年，大概两年左右你就可能需要换了。但是这个品牌的锅呢是我朋友推荐的嘛，然后我其实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我也就没有多看，确实是比较耐用，我们家买它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基本上它表面都是很好的，不粘涂层都没有脱落的现象，大然后比较深的这种。当时买它呢就是希望它不光可以炒菜也可以做一些炖菜，就真的是比较实用的一个锅的尺寸吧。不管你是买不粘锅还是买其他材质的锅，这种类型的真的都非常实用。然后你烙饼啊，煎东西，煎饺子，两个人的分量基本上可以刚好铺平它，反正用它真的是很省事。早晨做早餐，你煎蛋啊，火腿，香肠，它都是不粘锅的，所以呢也不太需要你放很多油，也就比较健康。然后不粘锅这种锅的类型就是不太能够承受很高的热量，所以你在烹饪的过程中你也不会用很大的火去炒菜，低温少油的这种就整个是比较健康的，所以其实我们用它都比较多。然后另外它也比较好清洗，好几个菜中间你其实都不一定要去放在水龙头下面洗它，你直接拿厨房纸巾把它擦干净就好了，就它真的不粘锅。它其实分两部分嘛，一个是它的锅盖，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的锅本人，这两个部分真的都非常重。你如果是只是拿这一个锅的话，勉强你一个手去倒汤菜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就我已经算是比较有劲儿的女生了。如果你是那种非常的小鸟依人或者是那种柔弱少女，你真的是盯不动这个锅的，这个超级重。它的底盘应该是非常厚，它本身的材质我其实有点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材质的，但是它真的很像一块铁，就像感觉像那关羽，真的是可以当成一个武器，真的巨重。像中式的炒菜你需要去翻面的话，我都需要两个手很用力的才能翻起来，就不太适合翻炒，你只能用你的铲子去帮它翻。这个锅盖也是非常非常重，如果你把锅盖盖在这个锅身上然后你再一起拎的话，哇，这个真的巨沉，我都不知道这个有多重，我好想称一下。这个锅本人是1624克，加上这个2.5公斤吧，反正真的很重哎。我其实觉得不粘锅不需要买这么重的，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应该不会买这个这么重的锅，我还是会继续用下去的话，它真的是价格非常贵，我觉得其实性价比非常低，不粘锅真的不需要买太贵的。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锅，这个锅呢真的是历史非常的久远，从我上高中，在新加坡上高中大概是07-0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锅了，一直用到现在。天哪，这个锅已经陪伴了我13年了。然后这个锅其实它的品牌叫做 Tefal， 然后它的材质呢是不锈钢的，里外都是不锈钢的，它后面有写它的容量是2.8升，然后盖子呢也是玻璃的。 Tefal 是个法国的品牌，这个锅呢我是在超市买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锅了，已经13年了。我记得价格是不超过100新币，也就是不超过500人民币，而且应该是远远不到100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可能50左右。
就真的不是很贵的一个锅。我当时买它的时候呢，就是在宿舍住嘛，那个时候是刚刚自己开始有点想要学做饭，然后就去超市买了一个锅。当时想买它也是因为它既可以做泡面，然后你也可以用它去炖一些炖菜，空间对于一人份的菜来说也是够了的，红烧肉啊，土豆烧牛肉啊，什么红豆粥都是可以的。这个真的是对于学生党来说非常万用的一个锅的形状。它的好处非常的多，首先它是不锈钢的，所以它完全不需要保养，就你把它用到怎么样你再洗它，它都是 OK 的，它不会生锈，你也不需要去经常的去护理它，就是完全不需要养的一个锅。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重量非常轻，这个锅本身只有900克，就算颠菜你一个手也可以完成。锅的把手呢是这种分开的材质，完全不会烫的，它是塑胶的，但是它的处理的很好，就是它有点像金属的感觉，非常高级的。反正这个锅设计挺美的，不管是材料啊，还是它的外形啊，还有它的大小啊，我都很满意。除了锅之外呢，它的盖子也是玻璃的，透明的，而且它的锅盖上面这一块也是塑胶的，所以你就算煮了很长时间，你还是可以去碰到这里，它不会变烫，你不需要去垫任何的抹布或者戴手套也可以。真的这个锅用起来真的很得心应手，也是这么多年了我都舍不得把它丢掉的原因。锅盖上面还有这种漏气孔，这个地方已经有点裂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靠近火嘛，如果大火烤的比较久，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坏掉。其实目前看下来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撑蛮久的，就这个锅我想要一直留下，就应该等到它实在不能够陪伴我们了，对吧，丢掉。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毛病。然后我们平时用它做的很多的就是煮面或者是下饺子，然后它下两个人的饺子也是完全够了的。之前呢我们也会用它去煮 ABC 汤啊，就是那种不太需要翻炒的那种菜，除了不能进烤箱，就因为它的把手是塑料的，其他的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这个锅我真的很喜欢，我是很推荐的，但是现在我怕它是买不到了。你们可以去市面上找一找类似有它这么多优点的锅。嗯哼，第三个最常用的呢是一个非常小的锅，在鱼肉食堂出现过几次，就是这个柳宗理的小小的铸铁锅。这个的大小是16厘米的，你们看它好小啊，真的比手还小，最多就是煎三个水饺。然后前两天我还半夜特别饿，想说来煎个水饺吃，然后就用它煎的，你也煎不了几颗，你就只能煎三颗，也是替你减肥了。然后这个锅它是通体都是铸铁的，所以你看到它整体都是这种黑色的，外形真的很好看。我发现它的背面有点生锈，铸铁锅就是这个毛病，你一定要养它。就你买回去的铸铁锅呢，首先你要开锅，它刚买回去的时候都是它表面可能会有一层的轻轻的油脂，然后这层油脂呢是防止它在运输过程中接触到空气和水分生锈，但是那一层呢其实你最好是把它洗掉，然后再用自己家里的植物油或者猪油来护理它，帮它开锅，把它整个护理一遍，让那个油吸到这个锅里面，然后让表面慢慢的形成一层油膜。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它不太容易生锈，而且会形成一种不粘的涂层。每一次用完之后呢，我都会用油帮它去做一层封层，不然它很可能会生锈。其实它不光里面，后面也是需要抹油的，你就拿那种铁丝刷把它刷掉，刷掉之后呢你再去重新保养就好了，它是不会说坏掉的。然后旁边是两个这样的小口，做一些有汤汁的菜，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小口倒入你的碗中，它有一个导流口，整体的设计真的很可爱。然后它的锅盖上面也是可以跟它契合的，超级可爱。你倒汤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盖移到这边，然后从这个缝隙倒下去。这个盖子我看它有点像不锈钢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就有点像硅胶的感觉，但是里面应该是塑料的，这种也是隔热的，但是这个锅本身它是一体都是铁的，所以它导热性能特别好，所以你在用它的时候一定要给手上垫一个那种不光是小抹布也好，还是或者你戴着手套都可以，千万不要用手去碰这里，真的会很烫。那铁锅它虽然说有这么多听起来像是缺点，但是它好处也很多。铁锅它是比铝锅、不锈钢锅、不粘锅炒菜呢做菜呢都要健康的，
因为它在烹饪的过程中它会释放铁元素，但你如果用铝锅的话，其实铝被人体吸收摄入其实是不好的。然后不粘锅涂层也是，如果你用太高的温度去烹饪的话，它那个涂层也会坏，也会剥落，甚至会跟你的食物混在一起，吃进去也是不好的。基本上在烹饪这一点上面，它制作的食材呢是会更好，对身体更有益的，而且它的导热性能非常好。因为煎牛排你一定要锅子本身很热嘛，因为你锅不够热的话，你的牛排就没有办法瞬间的锁住那个水分，那这个锅就很适合用来煎牛排。但是它只能煎一个牛排，它太小了。这个锅其实它还有卖18厘米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其实比这个更就 make sense， 就它比较大。然后那个大小呢，你也可以用它来做面包、做鸡蛋饼，然后它可以进烤箱，经常早餐会用到，就用它来做一些煎蛋啊、煎香肠啊。它特别小巧嘛，然后也不占位置，热的又特别快，所以用它还挺得心应手的。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肯定会买那个18厘米的。这个锅的重量是747克，也没有那么重，虽然说它是一个很厚实的铁，但是也还行，因为它真的太小。说完了它呢，我就继续再说一个它的姐妹，看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柳宗理，这个那真差好多呀。这个锅呢就实用很多，但是它的材质跟刚才那个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材料是非常轻的，整个厚度呢都是比较薄的。你们看它锅壁能看出来，这个锅壁就非常非常薄，它像是一个铁板压制而成的这种锅。然后这种锅呢很明显就是铸铁的，就是铸铁呢就是它是把那个铁水倒进一个模具里面制作出来的，所以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制作方法。这一块呢整个都是铁的，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就你看它的这个铁被我擦得超亮的，超级满足。背面其实你也要保养的，你看我这个背面就有点生锈了，就是我忘记给它全部抹油了，不要像我这么偷懒。使用起来呢它其实就会导热更快，因为它很薄嘛，所以这个锅其实我一般在烹饪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用那种非常大的火，如果是火很大的话呢，我就要用非常多的油，或者是翻炒动作很迅速才可以，不然会有点粘锅，因为它实在是导热太快了。这个铁锅的导热真的是我的妈呀，就是你一开那个炉灶它10秒钟就已经超级烫了。你一定要很好的去把握那个火候，如果你对于炒菜火候把握不好的话，用这个锅很可能会糊锅。如果你有用它去做煎饺，就火开太大了，然后就煎饺整个糊掉了。那我还很喜欢用它去煎牛排，因为它大小煎两个牛排是刚好的，一边一个两人份的牛排就刚好用这个锅煎，导热又很快，就很适合帮牛排去锁水，防烫的把手也是塑胶手柄的，所以用起来就很方便，是防烫的。然后它也可以被挂在墙上，它这里有一个钩子。这种手柄其实有好有坏，好处就是你不怕烫，坏处就是它不能进烤箱。刚才那个柳宗理就是可以进烤箱的，这个的话就只能用来炒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上盖只是大小不一样了，它一样是有导流口的，你也可以斜过来去把汤汁倒出来。说到这儿呢，我再说一点，就是保养方面的，不粘锅还有铸铁锅包括煮铁锅它都是不可以进洗碗机的。它宣传的广告语上面可能写它是可以的，但是洗碗机对于锅体的损伤还是蛮重的，特别是铁锅，你保养了很久很久的锅，你进一次洗碗机之后就前功尽弃了，你就要全部重新保养，所以千万不要把铁锅放进你的洗碗机，肯定会生锈。然后还有就是不粘锅的话放进洗碗机对于它的涂层来说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就用那个水龙头随便刷一刷就干净了，因为其实铁锅你都不需要用洗洁精去洗，不粘锅的话也是一点点洗洁精就可以洗得很干净了，大家就还是好好的洗锅，不要放到洗碗机里去洗。这个锅其实我前两天有拍视频介绍过它，就是这个南瓜锅啦。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珐琅锅，它的内部是铸铁的，跟刚才柳宗理的那个小锅锅是一样的，外面呢是有做一层涂层，然后这个珐琅呢它就是可以保护你的锅不会生锈，里面是需要你去抹油的，所以它结合了铸铁的优点，然后还同时去掉了一些缺点。然后这个锅我买回来主要就是为了做一些炖菜的，一些需要把煎炸跟炖结合的菜我都会用这个锅来做啊，比如说炖牛腩
炖牛腩这个菜呢，你就先需要把牛肉去煎，然后让它表面稍微被煎到有点焦焦的，然后把水分锁住之后呢，你再加其他的料，然后进去炖煮两个小时嘛。所以这个菜就非常适合用这种铸铁锅去炖，因为铸铁锅它是属于长时间烧都不会担心把锅烧坏的。前期做煎的这个动作呢，它又非常适合，因为它是铁锅嘛，因为它的受热很均匀，就非常适合用小小的火去炖煮。盖子是很重的，然后可以帮助你在炖菜的时候减少水分的流失。不喜欢刷锅的人就千万不要买我这一款，因为它真的很难刷，它有很多这种不规则的形状嘛，你要很仔细的用那个厨房的那个海绵去一点点把它洗掉，因为它多多少少都会沾到一点点，那种擦洗过程中会有点麻烦。如果你要是想买珐琅锅的话，你就不想说那么仔细的去洗锅，我就建议你买一个正儿八经圆形的那种最经典的款式，就基本上大家最喜欢买的也是那个，像我这种人可能会比较少，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看，无法取舍。这也是可以进烤箱的，所以你可以用它来烤面包，然后我听说用它做米饭也超好吃，不过我没有用它做过，因为我好像比较懒，就比较喜欢用电饭煲来做饭，因为电饭煲就是你不用看嘛，就它肯定都不会做坏的。对，然后那个锅呢，你也要记得每次用完之后都要抹一层油，不然它很容易生锈，特别是盖子跟锅中间的那个盐。接下来这三个锅呢，其实是一个套盒里面的，是在我们家打算搬家的那个时候买的，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点后悔的一套，就是这个 WMF 的，它一共是四个锅，最小的呢是这个，这个是全不锈钢的，这个基本上就是用来煮牛奶或者煮一个人的泡面的大小，或者煮奶茶也是可以的。这个锅的大小还挺推荐的，你可以用它煮什么一些燕麦啊，早餐的东西，水煮蛋都挺方便的。我好像经常在鱼肉食堂里面用这个锅煮水煮蛋，但它如果说把手能做成防烫的就更好了。中等型号呢是这一款，这款的大小其实很像我刚才推荐的第二个锅，就是 Tefal 的那个锅的功能性上面有一点点重复，而且还没有那个锅好用，除非是我们家需要第二个锅，基本上都不会把这个锅拿出来。然后最大的呢是这一款，这个超大的，它也是一样材质，然后这个大小呢就很适合用来煮，就是很多人来我们家吃饺子，就反正是人很多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的，就基本上很少会拿出来，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还有一款呢是一个炒菜的平底不粘锅，最早期鱼肉食堂里面有用过，用来摊煎饼的，它涂层坏掉了，所以我已经把它丢掉，换成了我今天视频第一个说的那个锅，一共是这四件套，其实价格真的很便宜，所以就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我想说哎，这个牌子还不错就买了。但我现在觉得这一套我真的不是很推荐，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整体都是一样的材质，看起来还挺美的，就是非常的漂亮，是银色的，但是它真的很烫，就不光是这个把手，它这个把手是完全不防热的，然后呢你每次都一定要垫东西。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盖子上面的这个，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部分是塑胶的，但是它还是会导热，就整个这个盖子呢是会变得很烫的，所以整个这个锅就是有点像一个整个铸铁锅一样的，所以它用起来其实有点麻烦。就你看它的耳朵也是这种，就很烫哎，平时用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很小心。除此之外呢，我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这样的锅的套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材质都一样，那也就决定了它的使用的一些局限性。虽然说不锈钢锅是属于不太挑剔食材的，但是你可能就会有一点介意，总会有那么一两个锅是闲置的。比如说像这个锅，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把手的话就会更好用一些，就像我刚才推荐的那个第二个锅，倒菜呀什么的都更方便。像这个小锅，如果你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肯定会去买一个颜值更高的雪平锅，或者其他材质的那种搪瓷的就更好看的锅，我就绝对不会买这个。虽然说也可以用吧，然后价格也不算很贵，但总觉得就买的太随意了，可能是我自己太挑剔。都可以进洗碗机的，因为它就是不锈钢嘛，对，就是耐操，没有啥精致的感觉。就接着这
个锅呢是我买了没有很久，但是我觉得未来应该会经常用的，就是这个锅。这个锅的名字叫做 Force Market， 是日本的品牌，是一个很扁的一个锅子，然后它是一个砂锅，它的上盖呢是有上这个釉的，这个颜色超好看，有没有？这个锅就是一个姜黄色的，就看到以后就觉得里面的食物很好吃。里面的锅体呢也是有上一半的釉的，它的釉只有到这个地方，底部是没有上釉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清洗，因为砂锅不是每一个砂锅都有上里面这层釉的，然后锅盖也不一定有上釉。但是我觉得像它平时煮粥啊，或者是煮一些煲仔饭煲汤啊，它的这个地方都很可能会溢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上釉的话还比较容易洗。我其实只用了两次，然后都只是为它开锅而已，因为这个砂锅开锅的话呢就是要通过煮粥来开锅嘛，也就是用它煮了两次粥，真的蛮好喝的。但是你要让我跟它对比，我们家电饭煲煮出来的粥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差别。但我其实买它主要是想要用它来做煲仔饭，或者是用来煲一些鸡汤啊之类的菜。砂锅就是需要文火慢慢的去烹饪的一个锅，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颜值很高的放在那里就可以美美的锅。我希望我在多用它之后能给大家多一点反馈吧，现在我还没有办法给你们太多关于这个砂锅的建议。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网上别人分享砂锅，有的人真的很喜欢砂锅，就家里可能有四五个砂锅，然后你可以听听那些人的建议。但目前我觉得这个锅对于我跟肉泥两个人的这种家庭是大小刚好的。然后接下来这个锅呢是一个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买的锅，就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有一点后悔购入的锅。这个是一个玻璃锅，透明的锅，所以颜值很高。但素，我跟你们讲，玻璃锅真的没有任何的优点，除了好看，导热非常差，很容易扑出来。它容易扑出来这件事情应该是因为它的锅盖的设计的问题，就反正我买的这个锅你们千万不要买，它是严丝合缝的，所以只要你盖这个锅盖，你不管里面是多小的火煮任何东西，不管你是煮水也好还是什么样，它都会顶到那个锅盖，就会一直往上一直往上，那个蒸汽越来越多嘛，它就会把锅盖顶开，就很危险。第二点，这个锅它不光导热很慢，它整体都可以变得超级的烫，锅盖整体都是玻璃的，然后锅盖奇烫无比，这个耳朵也是玻璃的，然后就超烫，这两边也会非常烫，这个巨粘锅。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是找死还是干嘛的，用它想要说做煎饺还是什么的，就给里面倒一点油，哇，然后呢我再把煎饺放下去，那一瞬间我的煎饺就粘锅了。它除了能煮煮汤圆清甜没有油脂的菜，我都不建议你买它。就煮花草茶，其实我是在用这个壶，你们其实在淘宝上我看到很多品牌都有做类似的这种养生壶，就煮什么薏米水啊，煮红枣啊之类的东西，你就直接用那个养生壶就好了。用这个锅真的是好鸡肋哦，我觉得完全不需要买，摆在那里好看，毫无优点。应该算是倒数第二还是第三不常用，就这个超级后悔的一个锅，它真的是我可能就用了两次吧，然后就没有再用了。首先这个锅其实就是中式炒菜的那种大铁锅，它整个是这种形状的，它很大，然后它放在我们家的灶台哦，就真的是超大一个锅，反正然后这个锅它的自重还不轻，不粘锅的重量差不多吧，它真的很高。我其实也是被我朋友种草的，然后他买的那一款跟我是不一样的。我本来想说我去他们家看了以后，我觉得哎挺好看的，就是高度什么的也挺正常的。然后我这个锅买回来为什么总觉得那么高呢？因为我们家的灶台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们家的吧台水槽还有灶台是一个高度嘛，因为这样子的话洗菜和在吧台这边的高度刚好，那做饭那个灶台就稍微有一点点高，普通的锅是 OK 的，但是像这种这么高的锅就真的是太高了，就是我需要踮脚这样炒菜真的好累啊。就说我买这个锅其实我没有看清楚它的高度，如果说你们家的灶台也像我们家这种比较高的，或者是你不喜欢锅本身那么高，你炒菜很累，或者你个子没有很高，
我就一定要建议大家去买锅之前看清楚它的高度，特别是炒锅，炖锅无所谓嘛，你就丢进去就好了，你也不需要一直翻炒。炒锅真的高度太重要了，如果它能够再低个5公分的话，我觉得这个锅就会加分一倍。这个锅我不知道是我保养的问题，还是它本身食材的问题，它怎么用都会很粘锅。就我已经帮它上过好几次的油了，非常认真的在帮它开锅，然后它还一直非常粘，然后我就不想用呢。还有它这个上面这个东西都长得很难看，就完全没有颜值，然后我觉得我买这个锅买的实在是太草率了，就无限的嫌弃吧。这个锅整个就像一个地雷一样超高，放到我们家我跟你讲，那个都快到我的胸这儿了，真的是突然变成吐槽了。就他们家应该是有很多别的好用的锅，但千万不要买我这一款，就我实在是不推荐。短时间内应该还没有想要重新去买一个这种大的炒锅，好像不太需要。炒锅呢注定了你就会炒一些比较重油重辣的菜，我觉得也不太健康，所以我打算就不要买锅，然后让自己杜绝这样子的烹饪方式，从工具上面断绝我的这种饮食。嘿，你们看我们家最重的锅，绝对是这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了。巨大，这个铸铁锅，就是我本来想买它用来煎牛排的，然后用它煎牛排，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锅体都有这样一棱一棱的，然后这种一棱一棱的煎牛排，你就很难均匀的受热，这种一棱一棱的就好像是烤那种香肠，你不能用很大的火，你要慢慢的让它熟，然后接触到那个棱的地方呢，它就有点焦焦的，然后没有接触的地方呢，就会慢慢被焖熟。但是这个用来做我们一般吃的那种牛排就感觉有点奇怪，我觉得完全用不到它这种一棱一棱的。我有点后悔，就是因为我用它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放在我们家应该有近一年没有出山过了吧。就是我现在特别希望我当时买的这个锅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圆形的，然后没有这么多一棱一棱的，这样子它的功能性就会多很多。因为现在它也不可以炒菜，就它一棱一棱的，就是使用的场合实在是太少了啊，太重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家所有的锅具的分享，希望对于你采购锅具有帮助，也希望能够给你们一些建议吧。普通的人的角度来看待，我觉得应该对大家还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就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吧，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呢，记得帮我点赞转发投币，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拜拜。一个陪伴了我13年的锅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用，但是这个锅盖好脏哦，等一下哦。用来做菜是比你用铝锅或者不锈钢锅或者不粘锅同样是炖锅，铸铁锅超级重，砂锅非常轻，如果是一个毛手毛脚的人的话，可能买砂锅它就会打碎。